今天吃条草鱼，看看什么情况。公鸡头啊，我老家公鸡头快要吃完米线啊，家人们啊，吃还是吃的挺地道的啊，370克的大
大个数的啊，不是三毛二三百几的价没？嗯，39.9给你发八袋。今天喜弟下单呢啊，喜弟赠你两袋豆皮啊，在这个位置右小黄车，你点进直接拍就行了啊，嘎便宜，而且是老人孩子放心吃，纯大米做的米线，到家之后你不好吃，你直接给我退回就行了，嘎好吃。这里边的丸子是我自己放的，放点这个豆芽和这干豆，这玩意绝对是灵魂。